Physio True Art 功能让您在多个相容的 Garmin 装置上同步您的活动记录和生理数据，让您更迅速掌握您的运动状态。我们会使用两个支援 Physio True Up 功能的装置做示范，您可以参考 Garmin 官网上的 FAQ 查看您的装置是否支援此功能。左边装置的训练资讯将会同步到右边没有训练资讯的装置。首先将两个装置都与手机上的 Garmin Connect 应用程式进行配对，打开手机上的 Garmin Connect 应用程式，选择更多，选择 Garmin 设备，选择您的装置，选择一般，开启 Physio True Up 功能，在另一个装置重复相同的步骤，最后同步您要传输资料的装置，这样就可以在多个装置上查看相同的运动数据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Garmin 同时也有支援和 Physio True Up 相似的功能，就是 True Up。 True Up 可同步步数、卡路里、爬楼层数、强度分钟数、行走距离。 Physio True Up 同步训练状态、最大摄氧量、恢复训练、训练负荷、完赛预估等等，您可以依照您的运动需求决定想要同步的生理数据。谢谢收看。